大家好，又是鬼故王什么都讲的时候了。今集的节目开始之前呢，做少少呼吁先。如果大家呢还未曾订阅我鬼故王阿波频道的话呢，记住在下低这个红色的订阅制那里按一按，最好按埋隔离那个钟仔，这样呢我有什么新片或者做直播呢，大家就可以即时知道的了。另外呢，如果大家是喜欢我的影片，亦都想将我的影片去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亲人的话呢，可以透过不同的社交平台将我影片的连结呢分享给你的亲朋戚友。第三样嘢呢，就是希望大家挨下义气，拍人当将我节目里面的广告呢全部睇晒去，咁样就可以帮到我鬼故王㗎啦。至于第四件事呢，就是有很多朋友都想话资助我鬼故王嘅频道嘅，但系又唔知道用咩途径嘅。大家留意上边呢一粒的，里边有一条片叫做《以心换心，制作认真》。大家睇咗嗰条短片咧，就知道用咩途径可以资助到我鬼故王噶啦。好啦，咁样讲翻今日嘅节目啦。嗱，今日嘅题目咧系乜嘢咧？就叫做咧轻生没有最痛苦，只有更痛苦。咁啊，轻生即系咩咧？即系自杀啦。咁我用一个叫做文雅啲嘅字眼去写呢一个所谓自杀嘅行为啦。咁我谂好多人咧都会听过咧，一个人自杀咧，佢死咗之后咧，有好多唔同嘅传说嘅。包括咧会话佢，咦，可能咧每一日都会重复做呢一个自杀行为啦。咁我哋喺某一套电影里边咧，都见过呢一个情节嘅。咁亦都有啲人话咧，其实唔系每日做嘅，系每七日咧就会做一次呢个自杀嘅行为啦。咁亦都有啲人话咧，咦，所有自杀死嘅人咧，都会咧上唔到天，落唔到地，亦都做唔成人，冇办法投胎嘅。佢哋咧就会变成咧比一般饿鬼更加惨嘅游魂野鬼。呢啲咁嘅无主孤魂啊，就会周围漂泊，俾其他嘅鬼去虾，但系自己咧，就永远冇办法可以解脱得到。至于啊咁多种唔同嘅传说，究竟又系唔系呢？嗱，今集咧就想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关于自杀嘅新闻啦，同埋有关自杀嘅我哋佛学嘅故事。嗱，喺正式进入我题目里面之前咧，我又想同大家咧将自杀咧分下类先嘅。咁点解要分类呢？因为呢，我哋要找到一个源头啊，先至可以防止到有自杀一种轻生嘅念头而产生嘅。嗱，第一类先啦，第一类呢，我将佢归纳咗呢，就叫做因病厌世嘅。咁因病厌世呢样嘢，即係话呢，我自己患咗一样好重嘅病，甚至乎都知道呢个病呢可能冇得医嘅。每一日都要受緊一啲叫痛苦，有的人认为呢啲系不必要嘅痛苦，不如呢早啲死咗去，就唔使受呢啲咁嘅痛苦嘅。咁呢一个题目呢，其实呢我应该系要另外开一集呢去讲嘅。咁嗰集呢就应该叫做安乐死啦，就唔应该摆落嚟自杀呢一度嘅。咁当然呢，亦都有好多人，因为香港始终系冇安乐死㗎嘛。咁好多人呢去到一个在一个病痛的边缘里面，每一日都在痛苦里面挣扎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反正我距离死亡都不远了，不如早点去了结自己那个生命。那这个话题呢，其实牵涉到呢是一些很有道德的方向和立场的。那我想我另外一集呢就会讲一讲是因病厌世和安乐死之间的关系。所以今集里面呢，我所讲的轻生的事件呢，是会将所有因为病而去自杀的人呢，我会撇开了去不讲这一类的。就另外呢，我们再去其他的细节去分类啦。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最多人会去做的自杀行为的，就是为情而自杀的。咁呢一种自杀嘅行为呢，就相对呢我自己个人啦，觉得係比较愚蠢嘅。咁一阵间亦都会同大家分析一下，咦，点解我会觉得为情自杀係好愚蠢呢？跟住呢亦都会呢分落去第三类啦，就係叫做呢债务缠身而自杀嘅，即係欠债犀利过头啦，根本冇办法去清还嘅。咁所以呢就走去自杀啦。咁另外一种呢，
对人生厌世嘅人咧，咁即系话咧，即系觉得佢可能冇乜生存价值啦，自己喺呢个世界上咧冇人关心佢啊，喺呢个世界上面一事无成啊，喺呢个世界上面佢想做嘅嘢，佢嘅理想咧达唔到啊，而厌世就走去轻生啊。咁亦都有一种咧，就系受到情绪病嘅影响，而令到佢去产生咗呢一种轻生嘅行为。其实要讲嘅唔止呢几种嘅，仲有好多种要细分嘅。不过大致上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咦，一般人轻生都系为咗呢几个唔同嘅方向。当然咧，大大小小唔同嘅谂法，令到我哋轻生咧都会有嘅。但系喺我哋佛教角度嚟睇咧，以上无论任何一种唔同嘅情况令到你轻生都好咧，其实都系一种罪业嚟嘅，因为我哋自杀就等同一个杀业，就算我只是杀自己啫，我唔系杀其他人，喺佛教角度嚟讲都系一个杀业。你犯咗呢个杀业，就中咗一个杀业嘅因，而中咗呢个杀业嘅因咧，呢、这个果报咧就必须由你自己去承受翻。但系呢样嘢究竟系定唔系咧？就算我鬼故王话俾你听系，都要你信先得嘅。咁所以我撇开呢样嘢先，我哋先讲一样真真正正自杀喺实际社会上边会带嚟一啲咩问题先？嗱，你好多人就话喂，自杀我死啫，唔关你哋事啊，系咪先？你做咩唔俾我去死咧？咁但系唔系哦，原来你嘅自杀行为咧系对整个社会都会有影响嘅。首先嚟讲，我就讲一种叫做，咦，你所采取嘅自杀方式先啦。嗱，例如好多人会选择嘅就系跳楼啦。喺跳楼呢一个过程里边咧，大家系会做到一样嘢，就会危害到其他人嘅生命同埋财产嘅安全嘅。嗱，好简单，当你跳落去时间，我哋唔可以确保下低究竟有冇人经过或者出现。在很多新闻个案里面，大家都会看到有人自杀跳楼，而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打中或者砸到在下低的行人，而这些行人呢无形中变成战尸底。之所以他们会变成战尸底，就是因为上面一个人的一个自私的跳楼行为。咁亦都例如呢，就是开煤气自杀呢，其实开煤气自杀亦都可以造成呢火灾啦。咁喺新闻里面呢亦都曾经呢係有发生过呢啲咁嘅事嘅。咁另外哦，你跳楼，如果你跳咗落去楼下个单位个平台嗰度，你亦都会影响到人哋喺度住嘅人嗰个心情啦，同埋佢物业嘅价值啦。咁样好多人就话，喂，我死嗰时候我唔諗得咁多㗎啦，我自己都諗唔掂自己。这个世界没人理我，我从什么要理人家呢？这个所谓自私的行为呢，将来呢会令到你的痛苦呢是更加之深的。在我刚才讲这么多种不同的自杀行为里面呢，有一种呢就叫做因斗气而自杀。即是说呢，咦，我死给你看，我想大家会很经常听到这一句说话，喂，你不信我，我死给你看。或者自己感觉到好大委屈的时间，我又说我死给你看，等你知道我有几委屈。咁究竟你死了之后，人哋系咪真的会信你呢？你死了之后，你的委屈系咪亦都得到人哋的理解同埋认同呢？这个只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究竟你在自杀轻生死了之后，你会变成乜嘢呢？你又会见到啲乜嘢呢？在今集里面呢，我会慢慢跟大家去分析一下。至于今集呢为什么会用这个课题呢去跟大家去分享呢，最主要呢就是说，咦，早两天呢我看到一段新闻，就是说在这个峨眉的金顶那里呢，就有一位女士呢，她就跳崖自杀。在画面上面呢，我们看到呢当时候呢其实有很多人呢就劝紧佢嘅，就叫佢唔好跳嘅。但系咧，佢自己咧就一路咧就冇理嗰啲人啦，就用一个咧仰卧式嘅方法咧就跳咗落去。
咁呢一件事咧，就因为咧，同早一排咧，其实都唔系好耐之前嘅，讲紧早几个礼拜之前咧，喺华山咧就有一个男子咧，佢就喺行栈道嘅期间，就将佢嗰个安全绳咧解开咗，就一跃而下跳咗落去大约2000米深嘅一个深谷嗰度。咁啊，经过4日之后咧，先至揾得翻佢嗰个尸首。咁两单嘅跳崖事件咧，一个华山，后者嗰单咧就喺峨眉山。咁呢两单事件咧，其实相隔嘅时间都系好近嘅。咁啊，唔排除咧峨眉山嗰位女士咧，就系模仿紧华山嗰位男士而咁样做法嘅。咁所以话咧，其实咧喺呢一个自杀嘅行为里边咧，唔单止受伤害嘅系自己。原来你的行为是有机会令到人哋模仿学你的方法去自杀的。那我们现在先看看这两条片先。以下的片段可能会令大家有少少不安的。好啦，睇完片翻嚟啦，究竟后者峨眉山嗰个跳崖事件系咪真系模仿华山嗰一单嘅跳崖事件呢？咁我相信咧，只有死者咧自己先至会知道。但系如果真系一个模仿嘅行为嘅话咧，咁喺呢一个自杀嘅事件里边咧，我哋真系睇得好清楚，就系头先我所提过嘅呢一个自杀行为咧，系会影响到其他人嘅。嗱，模仿行为咧，其实咧经常都会喺自杀上边出现嘅。嗱，例如好简单一样嘢，喺香港嘅长洲嘅东堤小筑咧，就大家知道啦，好多人咧喺嗰度咧就烧炭自杀啦。其实就因为有咗第一单嘅烧炭自杀之后咧，就好多人咧就模仿啦，就发现以为咧烧炭自杀咧相对系会比较舒服。其实咧当然唔系噶，咁佢哋。就会模仿他们，甚至乎连地点都模仿埋，去埋同一个地点，因为那里相对租了一间度假屋翻嚟之后就很难被人发现，而买包炭入去度假屋嗰度烧嘢食亦都是理所当然的，亦都更加咧难被人发现的。所以后尾后期就在长洲那边就有一些措施嘅，就话咧卖炭俾人的时候就会留意一下究竟他们是那个人数啦。是咪一大班人嚟嘅啦？定系真系单独得两个人啦？又或者佢哋买炭嘅时候嗰、那个神情系点样啦？咁好多炭上边嘅包装亦都写咗咧，系劝人哋唔好自杀嘅。就系因为咧，有人咧去做呢啲咁样嘅模仿行为啦。所以话自杀呢种行为咧，相对真系一种几自私行为，因为除咗你会有机会影响到别人之外。有机会伤害到别人之外，亦都有机会你所做出嚟嘅嘢，去令到其他人咧有样学样嘅。嗱，头先讲过啦，就话喺自杀之后咧，可能咧就会变成咧一啲游魂野鬼啦。地府唔肯收你，上天又唔收你，咁你会变成咧喺人间里边嘅游魂野鬼喺度咧流离浪荡，咁啊俾其他嘅大鬼啊，甚至乎小鬼都欺负你。咁亦都有一啲讲法咧，就话咧，所有自杀嘅咧，就会喺阎王咧就会安排咗一个枉死城咧，将所有自杀嘅咧就关咗喺嗰度，令到咧佢冇办法投胎。咁亦都有一啲讲法咧，就话咧自杀嘅人咧，其实咧佢系会需要揾到替身咧，去代替咗佢先至可以咧去投胎嘅。但系揾呢个替身咧，系相当之困难嘅。嗱，今日题目咧就讲话咧，轻生后。没有最痛苦，只有更痛苦。咁啊，更痛苦喺边一度嚟呢？头先我哋所讲嘅就话，
如果你真的要重复做一个自杀的行为，你想想每一次自杀都要有一个很大的勇气，例如你跳楼的跳下去那下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勇气来的嘛，啱啱先？但是每一日你都要重复做一次，要有这么大勇气跳下去。最初你跳下去的时候，你是想着我一次过搞定了，我死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原来你发现你每日都要做一次。如果你是自焚的就更加惨，你每日都要被火烧一次。这些痛苦都未算是最惨，最惨的就是你没有将来。怎样没有将来呢？在你再生的时候就想着我解决不到的事，我就想着死了去就解决了，这个就是你的将来了。但是当你死了之后，你这个重复的行为又好，或者被关进这个枉死城受到惩罚都好，你是永远没有将来，你永远因为做不到轮回，做不到投胎，一路一路都在这个枉死城或者在人间里面流离浪荡。这种痛苦我相信比你在自杀之前在生前所受的困惑所受的痛苦是更加之大。其中一种为情自杀呢，我相信呢带来的痛苦呢还更加之深。你在世的时候被情所伤，甚至乎呢两个人双双揽在一起去殉情，但是得出来死了之后那个结果是不是代表你们两个人真的可以在一起呢？最近呢台湾呢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对学生呢因为谈恋爱呢而到最后呢就两个一起呢就自杀身亡的。他们的遗书里面呢提到一件事呢，就说他们之所以自杀呢就是因为呢每一天呢都是被这个训导主任呢就捉去闹，就阻止他们拍拖。其实呢双方的父母呢反为没有反对的，反为呢就同他们讲，就说呢希望他们两个呢可以互相去鼓励对方去用功读书的。问题就是呢老师那里呢他当然呢就不想他们那班里面有学生是因为谈恋爱是影响了学业，所以每日呢都捉了他们的训话。到最后呢这两个学生他们抵受不住这个压力呢就双双就一起去自杀。类似的事件呢其实发生过很多次，在香港都有的。在早几年呢有一个 case， 就是有一对情侣，女方的家长呢是极之反对呢男方和他的女儿去拍拖的，因为两个都是求学的时期。女方的家长呢为了要阻止他们去拍拖呢，跟着呢就决定了呢将个女儿呢就送出去外国那里读书。面对呢这个大家要分离的时刻呢，他们两个呢就做出了傻事，两个留下了遗书之后呢揽在一起就跳楼。两个都当然呢就即场身亡了。在这种关于在感情上面而轻生自杀甚至乎去殉情的事件里面呢，我成日都同人讲，其实为爱情而死呢可能真的很不值得的。因为如果他当时能够悬崖勒马停止了这个自杀的念头的话呢，过了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乎十年之后，他们想回转头都会觉得当日好彩没去死。因为时间过了之后他们会想回当日想他死这个行为呢其实是一个愚蠢的行为，同埋根本解决不到件事。但是可惜在一个最紧要的关头，一念之间他们决定了继续他们这个轻生的行为，将自己的人生了结了，将自己带到去痛苦更深的深渊里面。跟着下来呢就想跟大家呢分享两个的佛学故事，都是呢同自杀带来的苦果有关的。在清朝的嘉庆年间呢，
有一户大户人家，咁啊袁海咧就有好多个仔女嘅，咁其中一个女咧正系花样年华、情窦初开嘅年龄，但系由于啊呢位少女佢基本上咧就足不出户，好难咧接触到唔同嘅异性嘅，佢唯一咧可以见到嘅异性咧就系屋企里边嘅兄弟啦，同埋咧一啲下人。但是呢，因为他每一天呢都会在这个天井那里玩的，那么久而久之呢，他就会接触到很多来他们家送货的人了。那其中一个是一个年轻后生又英俊的男子，而且人呢是非常之健谈的。那这个男子呢，他本身呢就是送柴的，他每隔两三日就会来到袁海家，就将柴枝送到去柴房里面，每次他都会经过天井，最初跟这位小姐呢都只是闲言一两句，但是日子来了，双方就混熟了，开始互相有倾慕之心。但是他们双方都知道其实大家是门不当户不对，根本呢就冇可能咧有将来嘅。不过呢位咁嘅年轻男子咧，其实佢自己本身都是一个读书人嚟嘅，只不过咧系帮屋企手去斩柴卖柴枝去帮补生计嘅啫。佢家中咧只有佢母亲一个家人，咁佢咧就独立咧去供养佢妈妈。呢位男子同呢位花样年华嘅小姐，两个人的感情去到一发不可收拾，小姐就跟这位情郎就提出了，不如你跟我父亲去提亲吧。因为这位男子呢，他自己都是一个读书人，他知道大家那个社会阶层呢实在距离得太过远了，如果现在我用一个送柴的工人身份去跟你父亲去提亲呢，就一定是不会成功，必定会失败的。那他跟小姐就提出，不如这样，等我考到个秀才回来先，如果有了秀才这个功名，这我相信你父亲应该可以接受到我。终于他寒窗苦读，在第二年真是一举高中秀才，他满怀希望地就跟小姐说，小姐也都当然很开心啦，我情郎高中秀才啊，还可以藉着他中了秀才跟父亲去提亲了。终于呢，小姐就约定了爸爸，就等情郎上门去提亲。当他的情郎一开口跟袁海讲话想娶他的女儿的时候，袁海第一时间在他面前就很决绝地拒绝了他。那么情郎就跟阿世伯讲啦，就话以前我唔够胆嚟，而家我假假地都系一个秀才啊，我有功名在身啦，相信可以高攀得起啦。但老爷就同佢讲：，唉，你只系中一个秀才，莫讲话一个秀才啊，就算你系举人进士又如何呢？我女一系唔嫁，一嫁起码都要嫁个榜眼或者探花，甚至乎以我女的条件嫁个状元也尚不可啊。跟着袁海就再问阿情郎啦，就算我接受到你，你有几多聘礼可以俾到我哋呢？呢位情郎当然哑口无声啦，因为其实有钱嘅佢就唔使靠斩柴为生啦。如是者，这个提亲就失败了，情郎就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袁海家了。当然啦，小姐当然是心心不忿啦，她觉得我的情郎这么用功去读书，考到秀才回来，竟然被父亲奚落去是一个穷秀才。她就跟父亲说，我怎样都要嫁给她，我今生只可以嫁给她，如果你们不接受这样计，我死给你看，我在你面前死。
但佢父亲好冇所谓咁样同佢讲，就算你死，我都唔可以接受去迎娶你，因为佢同我哋嘅身份实在争得太过远。我将你嫁俾佢，系对唔住祖宗，系有辱我哋家门。小姐喺知道讲唔过佢自己父亲嘅前提之下，就去同佢情郎商量，佢哋之后应该点样做。但是他们商量了几天都找不到一个答案出来，究竟他们可以怎样做。小姐就说，好，既然父亲这么不在意我生死，我就死给他看，等你知道我死了他是会几咁伤心，等你后悔不应承我们这一头亲事。情郎见到小姐求死的决心那么大，他自己没有办法去推搪，唯有答应了小姐。他们两个相约好回去袁海府那里，在柴房那里上吊。小姐就准备了两条绸绢是用来上吊之用的，他们各有各绑。他们绑好了之后，小姐就拉着情郎，两个二话不说就原谅自尽。在小姐死了之后，他的魂魄发现自己的尸首挂住了在这个横梁之下。他再望一望他的情郎，他见到他情郎的绸绢那个结是松开了，而地上亦都见不到他情郎的尸体。他当时就想情郎去了哪里呢？他就四周围去找，后来他发现原来情郎当时因为个结绑不实而他跌了下来。他跌了下来之后，他发现小姐已经身亡，他怕起上来走了回到家。小姐当时很伤心，为什么他的结会松了？为什么他跌了下来不想回去再来多次，竟然是逃走回到家呢？而且他见到他情郎回到家之后完全没有任何伤心的感觉，他自己见到咁嘅情景，相对就非常之伤心。佢又翻翻去自己屋企里边，睇下佢自己嘅尸体俾人发现未？喺呢个时候，佢发现原来佢到屋企已经知道佢自尽死咗。当时候最想睇到嘅就系睇到佢父亲点样因为失去女儿而伤心而痛苦，但系事与愿违啊！佢完全见唔到佢父亲有流过一滴眼泪。他只是见到他父亲在大厅里面踱来踱去，在那里想事。突然间他听到他父亲吩咐家人，跟家人说千祈不要将小姐上梁自杀这件事扬出去。他说这件事如果传了出去，我们的体面何在？就是因为这样，他也下令一定不可以举丧，就跟人说我将女儿送了去杭州那里学刺绣就算数了。他过了两三日之后，他发现家全家没有一个人真的为他而伤心，亦都没有一个人再提这件事。而每一个人包括下人都好，他们每一日都是如常这样工作，如常这样过生活，好像没有人记得了他这样。他见到这个情景觉得自己非常之可怜，他好伤心。他最初想着用死可以令到他们痛心，可以令到他们知道原来失去了我是几咁伤心。怎知道出来的情景完全在他想象之外。之后他更加发现他的情郎为了怕惹事上身，带着他妈妈离开了家，去了很远的南方到生活。而这位千金小姐，她每一日都不停回到柴房那里上梁自杀一次。她感觉到很无助，不知道怎么算好。后来她醒起，有人说过只要诚心求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就可以帮所有的冤魂去超度。她去到地藏庙那里跪求地藏王菩萨，希望地藏王菩萨可以帮他，但是那晚他仍然
都是回到自己房里面再去上梁自杀。当他将绳圈挂在自己条颈的时候，突然间见到前面有一道光，他见到地藏王菩萨在他面前出现，跟他说，你自尽这个行为犯了一个很大的杀业，如果你要解开这个杀业，你先要报尽你所犯的业报先。你现在的怨气仍然很重，直至到你可以将你的怨气完全放下，就是你可以去转世投胎之日。当时这个小姐的鬼魂完全不明白地藏王菩萨所说的是什么，所以如是者她每一日都有重复这样去自杀。由于她死了之后仍然是怨她的父亲，怨她的家人，怨她的情郎，这个怨恨实在太过深，这个执着也都太过重，所以没办法放下。但是自从听了地藏王菩萨讲这番说话之后，他每一日都在念地藏王菩萨的佛号，每一日将自己这份怨恨去减轻，直至到过了三年之后，他终于可以将全部的怨恨怨气放低，他可以轮回投胎去到一个贫苦的人家里面做一个女孩。虽然是贫苦人家，但是总算脱离了这种孤魂野鬼的生活，可以重新做人。跟住落嚟就要讲台湾一位得道高僧的故事。这位高僧咧，佢系有一个宿世通的神通嘅，佢能够睇到佢自己前身的因果。佢见到自己前身是一个烂赌的赌徒，因为欠下巨额的赌债而这个投海自尽嘅。当时咧，佢嘅前身就是因为非常之烂赌，除了欠落高额的赌债之外咧，佢仲问了很多亲朋戚友借了钱，到最后尾佢发现债台高筑，走投无路，佢就决定投海自尽。佢觉得佢死咗之后就一了百了，佢嘅母亲、佢嘅妻子同埋佢嘅仔就唔需要再为咗帮佢还债而受苦啦。佢终于下定决心跳落海嗰度，就咁样就了结咗佢嘅一生。但当佢死咗之后，佢嘅中阴身就翻去佢屋企里边，佢发现件事同佢谂嘅完全唔同。佢最初谂住自己死咗之后就可以解决到一切，佢嘅母亲、佢嘅妻子同个仔系唔使再受苦。点知道佢见到佢妈妈同埋佢妻子两个互相指骂，日日家嘈屋闭，原因就是我妈妈就怨我妻子脚头不好，累到我仔欠下巨债，仲要走投无路走去自杀。而做妻子的就走去怨佢呢一个家姑，话佢唔识得教仔，是佢由细到大纵坏咗个仔，令到佢个仔事倒如命，先至搞到今时今日咁嘅样。两个日日喺度互相指骂怨恨对方，搞到家嘈屋闭，而个仔就日日就喺呢种环境之下不停咁样喺度嚎哭。而因为要为佢搞呢个身后事，佢妈妈同埋佢太太亦都要周围再去问人借钱，但系冇人肯借俾佢哋，因为佢生前已经借尽晒佢所有嘅亲朋戚友。为咗帮佢搞身后事，佢妻子再孭多一条巨债，而且每一日都遭其他嘅邻居嘅白眼。佢个仔喺学校里面亦都俾其他同学去欺负耻笑，话佢爸爸冇出息，走去自杀。佢好伤心，好难过当时，但系佢冇能力可以帮到佢在世嘅屋企人。佢后悔自己，如果当日佢唔自杀，佢唔去死嘅，话唔定
他们今天不用再受这些苦，所有的苦应该由他自己一个来承担。但是可惜事件是回不到转头，而且他还曾经妄想他死了之后，他的债仔就会放过他，放过他的家人。原来这个是自己一厢情愿，到他死了之后，他的债仔走去找他妈妈和找他老婆，逼他们还钱。就是这样，他妈妈在郁结之下终于都郁死了，而他太太在无力偿债之下走投无路，就走了去做妓女，用自己的肉体去帮他还清他生前的赌债和养活他剩下来的儿子。这个高真的前世很伤心，但是始终都是什么都做不到。当时他真的很后悔，他很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死，他的死原来解决不到问题，还要将件事搞得更加糟。就是因为这样，他诚心向佛祈求佛祖可以帮他解决他的痛苦。经过一世游魂野鬼的劫难之后，今世诚心向佛，终于成为一个得道的高僧。这位高僧对于他前一世所做的事感到非常之难过，他希望可以藉着他这个宿世通的神通将这件事分享出去，希望警惕世人千祈不要想着真的可以一死了事，死不代表你可以解决到问题。听完两个佛学的故事回来之后呢，想跟大家讲讲，其实大家呢都在这两个故事里面看得到呢，原来死呢不是真的可以解决到一些问题的。我们很多时候呢都在一些电视剧里面听到有些人劝人不要自杀的时候呢，都跟他讲就说，喂，其实你不是想死的，你是想解决问题的，你死是解决不到问题的。事实在这两个故事里面看到，原来死真的解决不到问题的，你的目的真的不是想死，你的目的是想解决问题。其实呢有很多事，很多所谓难题问题的存在，原来只要稍经时间呢，这些难题是可以解决得到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能耐去等时间去过去，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信心去相信真的可以解决得到一些问题。很多时候可能你大家会怨自己，我已经尽了很大努力希望解决，始终都是不得。有句话说，问题你只要等三日你就可以解决，但是你可能会觉得我三日又三日，我等了三年都未解决到问题，我是不是应该要放弃呢？我是不是应该要了结了自己就算数呢？其实很多时努力的事我们一直不坚持下去，我们一直都不知道的成果。在这张图里面大家看到，你会见到这个人呢只是差一步，他只要掘多两下他就可以掘到钻石出来。他掘了很久，但是他自己放弃了，因为他在一个自己认为没有前景的之下，他觉得我用了那么多力但是得不到成果，他很灰心，但是估不到成果即将出现。人生呢就充满希望的，几时会有成果我答你不到，只有天才答到你。但是只要大家努力坚守自己的信念，其实成果可能就在你身边，很快就会出现。解决事情的方法同样都是，你以为解决不到吗？其实冥冥中可能有一些外在力量可以帮你去解决，而这些力量会不会出现就视乎你自己肯不肯去耐心去等待去出现。当然有人说一个人的自杀行为呢可能是跟一些鬼魅有关，每一个人自杀都可能是有鬼搞他才会自杀。我不排除这个这样的可能性的，因为其实人之所以自杀是违反了一些自然的定律。既然他不是自然地死，就是可能他欠下一些业报，他需要去还清这些业报。
而因为呢啲业报嘅因缘咧，就令到一啲游魂野鬼走去骚扰佢，令到佢去做咗一啲失常嘅行为，走去自杀。好多时候我成日都同佢讲咧，鬼系冇直接嘅能力去伤害人，鬼去伤害人通常嘅能力就系破坏你嘅思想，影响你嘅思维，令到你做出一啲自残嘅行为，或者迷惑你，令到你相信你自己了结生命就可以解决到问题。只要我哋嘅意志坚定咧，一啲邪魔妖魅咧，其实系冇可能咁容易控制得到你嘅。最后咧，就赠大家一段金句，希望咧呢段金句可以解决到你哋一直潜在喺心底里边嘅心魔，千祈唔好做一啲轻生自残嘅行为。今集的节目就讲到这里为止，下一集我鬼姑王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正信正念的课题，拜拜。以上这么精彩的影片，大家是不是很想 keep 住继续有看呢？其实想 keep 住看我鬼姑王阿煲频道呢，非常之简单的，只要轻松的四部曲就可以支持我鬼姑王的了。怎样轻松四部曲法呢？第一就是订阅我鬼古王阿煲的频道。怎样订阅呢？其实在影片下底有一个红色的掣的，只要大家按一按它，就可以免费订阅到我鬼古王阿煲的频道的了。记住订阅是免费的，订阅了之后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我鬼古王有新节目或者直播出街的了。你还不订阅？第二就是分享我鬼古王频道的影片了。大家既然咁鍾意睇我鬼古王嘅影片，咁你嘅朋友或者亲人可能都有兴趣睇我鬼古王嘅节目嘅。而家只要大家做一个简单嘅 share， 就可以将我嘅节目分享俾你嘅朋友。只要大家将我嘅节目连结透过以下唔同嘅平台，包括 Facebook、WhatsApp、WeChat 或者其他唔同频道嘅平台，将我嘅节目连结 share 出去，咁你和你的朋友一样可以看到我鬼古王阿煲的影片了。第三就是看节目看埋啲广告。由于呢我鬼古王阿煲的频道是一个免费的节目频道，只是靠 YouTube 少少的微博广告费去支持我的制作。如果大家看节目的时候连啲广告都飞埋呢，我鬼古王阿煲呢就是完全没有收入的了。所以希望大家呢在看节目的时候顺便可以看埋啲广告，咁就可以支持到我鬼古王阿煲嘅频道啦。第四就係随心资助我鬼古王阿煲嘅频道啦。头先讲过广告嘅收入係非常之微薄嘅，而且制作成本又非常之高喎，单凭嗰少少嘅广告费呢，鬼古王阿煲频道呢係冇辦法可以营运落去嘅。如果大家想一路 keep 住睇到我嘅影片呢，就希望大家随心去资助我鬼古王阿煲。怎样资助法呢？其实非常之简单嘅。首先香港嘅朋友可以透过而家最新最直接嘅方法，就係支付宝香港。只要大家去到71或者 OK 便利店或者萬寧屈臣氏出示以下呢一个 QR code， 就可以简单直接入到钱落嚟俾我鬼古王阿煲㗎啦。而另外一个方法就係透过我恒生银行嘅户口，大家可以直接入钱或者转账资助的金额给我，又或者寄票来到我的工作室。至于在海外的朋友呢，可以透过 PayPal 这一条连结就可以直接资助到我了。而在国外的朋友呢，可以用微信支付这个这么简单的方法。以心换心，制作认真，只要简单的四部曲就可以支持到我鬼古王的了。是不是想看多些我的精彩节目呢？只要大家订阅我鬼古王阿煲的频道，有新片发送即时就会知道，订阅是免费的，你还不快点来订阅？以下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精彩影片，
千祈唔好错过啊！